女人心海底针，真真假假难以捉摸。当女人有这六个表现的时候，就说明她仅仅只是在玩弄你。一，不公开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即使在一起了，也不会对外公开你们之间的关系。她的朋友圈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和你相关，就算你让她发个照片，她也找各种借口拒绝你，或者把你 P 得看不清人，在其他异性面前还声称自己是单身。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会主动联系你，几乎不会主动联系你，对你的态度忽冷忽热。只有在需要你的时候才会主动找你，或者在接受你的付出时才会对你好言好语，其余的时间要么说自己很忙，要么就直接不理你。三，对你的付出不拒绝也不接受，你对他的好他从来都不拒绝，但你若想要和他确定关系，他就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你。总之，他只想把你当作他的备胎，要想成为他的男人，你几乎没有希望。四，和你在一起还和其他男人暧昧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，身边的男人依旧源源不断，他还毫无顾忌地和他们在一起，根本不考虑你的感受。如果你就这些事和他吵架，他反而会觉得你小气，甚至对你说，我就这个样子，受不了，那你可以走呀。五，分分合合都是他在闹腾，说分手的是他，说和好的也是他，总之他把你们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淡，他开心就在一起，不开心就和你提出分手。其实他和你在一起只是骑驴找马，如果他遇到更好的，他就会果断地离开你。六，对你的态度还不如那些异性朋友，他对你的态度还比不上他的那些异性朋友，对你呼来喝去，时不时还嫌弃你，一吵架就跑出去找别的男人，完全不顾及你的感受。这样的女人完完全全就是耍你，觉得你不会离开她，所以肆无忌惮地挥霍你的爱。